韩国特搜济州岛的绝美樱花季，又甜的橘子，炎炎夏日里万人空巷的海滩泥巴街，想象整个红叶的山头，仁川大公园是韩国最棒的赏枫地点，还有美不胜收的江原道是背包客冬天的避雪胜地。想知道哪些韩国秘境？每周一晚上七点，别错过韩国娱乐台 KMTV。更多内幕都在韩星 DJ 网。